不对劲。为什么没人开门啊？因为没有人。没啥可拍的，你都挺整齐的。你怕不是对整齐有什么误解？很拘谨，哎呀，跟自己家一样，跟自己家。我太难了。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这是女孩子的寝室。哎，来了就是克雷。下面为你演绎寝室待客三针之道。鸡肉丸来来，请拿着，瞧不起我是不是？拿着鸡肉肠，我不要那个，来拿，瞧不起我，瞧不起我，瞧不起我，这个袋子太不老实。雪碧谁喝的雪碧？怎么就是这不就大米袋子里面的吗？这不就是大米袋子里面的？好意思，好意思说大米袋子里面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这都是养生的。你看我这小黑车下面，我是你大官是不是像极了学生时代的你？拜拜。